是刚睡醒。不用还，这样就很好。更何况，我觉得这个样子也挺可爱的。卖了那么久的关子，现在终于打算说了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学做菜就不用了，平时我也很少在家吃。我试试。这些都准备好了，还有什么要忙的？少许是多少？这么多？适量生抽，
这个要怎么样？是不是加多了？是不是还要加点枸杞和红枣？接下来只要你等着就好了。出了点意外。刚才切洋葱辣到了眼睛，没顾上锅里的菜，所以就没事了，眼睛已经不难受了。剩下这些让我来收拾吧，先做下一道菜。还是别吃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出去吃吧。
闻着还不错，但是卖相不太好。啊，我再撒一点葱花。是还不错，今天你忙里忙外这么半天，是该多吃些。张嘴，不是说要尝一尝我的手艺吗？要再来一碗吗？才吃这么一点就饱了。想多点也没关系，更何况你本来就不饱。再怎么样我都饱得动。汤呢？还要不要了？觉得什么？嗯，是个好主意。
我也希望从今往后，无论是一日三餐，还是一年四季，一抬头就能看到家的感觉。从前很少体会到，但是现在好像就在我身边。